哎我去，眩晕！揍他揍他，孙尚香揍死他！李信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弄死他弄死他！哎呦我太极限了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《王者荣耀》啊，咱们来把钟馗吧。刘禅在草里边呢啊，鲁班我吓死你！揍他揍他揍他！哎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就等着夹那个孙尚香，你看着没？刚才我去勾了那个蓝啊，勾红勾蓝，咱们这打野有点不行啊，不看小地图，米莱迪0-2的妲己残血，我看能不能弄死他啊、嗯？跑了，你搁那回城干啥？你是不是傻？妲己懵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孙尚香，等我一下。哎呀，我有点着急了，来呀，这个刘禅呢带了个斩杀啊，不知道啥意思。大哥，你怎么不打他呢？准备啊，小鲁班过来过来。小鲁班露头来，一个眩晕，你别想走了，你控制你，撤撤撤撤撤撤撤，来来来，这打野800年不来一趟，哎呀，不让我走啊，打野俩人头了还行啊，我去，我帮他去吧，他开太慢了，要不慢点慢点啊、嗯，我血量有点低呀、啊，刘禅，你给我死去，打他，我去，这都被干死，撤撤撤撤撤，猴都被打懵了，看到没，猴都没过来，鲁班嗷嗷跑啊，走走走走走。中路推了，下路推了，还挺好啊，上路也没了。我选的钟馗，他选的刘禅啊，他是满满的恶意是吧？你觉得你刘禅能克制我是这意思不？刘禅就在附近的人呢，我眩晕，哎呦我去，打着打着，孙尚香弄死他，可以干死他干死他，鲁班废了，我去这猴，哎呀我的妈，我看一下啊，孙尚香经济多少？4900，刘禅1-5了，李信开始偷塔了，慢点啊，这孙尚香其实玩的挺好了已经，揍他，往哪儿跑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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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死吧你，来猴子过来，来，这孙尚香怎么没过来呢？能干过他？快撤啊，猴子过去了。这项羽这不缺心眼儿，都告诉你撤了，猴子往那儿去呢？跟着孙尚香啊、嗯，帮他扛下伤死都没事啊，帮他扛伤就行，他起来就好了。站着站着站着，哎我去，眩晕，揍他揍他，孙尚香揍死他！李信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弄死他弄死他！哎呦我太极限了，撑伤50%，没心我能活下来吧？我去的，刚说完。鲁班你是想死啊你呀、啊？啊你给我等着啊，我没招你你还敢惹我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弄死他弄死他，这推的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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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大致命啊，我的个妈，完了要死他们，来来来来来，什么玩意儿你啊，这李信是个什么鬼，对面死了4个剩1个，妲己来吧，你别走了，你一个眩晕一个踩，来来来，去你的吧，哎呦我去的，斩杀忘了，他带个斩杀不是谁好人带个斩杀呀，一个辅助啊，哎呦我的妈，太恶心了，这刘禅，我和孙尚香都给他秒了呢，勾过来真无语了，妲己出了个大金牙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，米莱迪2-6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我去勾他拦去啊，死猴子，哎呀我开完了，大招我停住了，眩晕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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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过来来，鲁班，鲁班死了、哦，剩个妲己，哎呦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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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猴子，哎呀没够着，算你跑得快，快拿快拿，妲己你不过来吗？妲己快来快来，哎对，就这个意思，让他头皮发麻，猴子绕过来了啊，拆拆拆，猴子又去欺负米莱迪去了，哎呀没够着，我去的，孙尚香干啥呢？死了死了死了，死吧死猴子，好了进去了进去了，这刘禅还偷呢，刘禅家不要了、哦。可以，有意思。我特意带的眩晕啊，那猴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，我是给他勾过来，眩晕开的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2-8、3-4，13-1、4-3、8-1，对面5-5、2-7、2-6、0-8、8-4啊，猴子，我给你点个赞吧，我气死你了。